接着讲第四节，分说十恶业的果报。先说杀生业啊，众生最爱惜的是自己的宝贵生命，不论是以强中弱哪一种贪嗔之心，杀害哪怕一条生命，也会使他遭受剧烈的痛苦。因此杀生的艺术果尤为严重，由杀生而转生于三恶趣中任何一处，都需要感受长达一中劫的苦，或相当于人受200亿年的痛苦。假若从三恶趣中解脱，则生于何处，自己都需要偿还500次生命，并感受短命多病等厄运。在地狱里待的时间长短，哈，这个不是以人间的年来算的。他这里说200亿年，那这地狱中的年是怎么算的呢？就是他那种感受的时间漫长，可能我们人间是5分钟，他在下面感受的时间极长，好像就过了5个小时一样那么漫长。他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慢啊，就是苦嘛，痛苦的时间都是漫长的啊，快乐的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很快就过去了。要是没什么痛苦，你会讲，嘿，几个小时一会儿就过去了。如果你痛苦很强烈的时候，那就很难熬，很难熬，1分钟都很难熬，就是这样的感受。所以说时间也不定的啊，那时间都是我们心上的感受的。你的痛苦越强烈，那么时间就感受上过得越慢。可能人间100年，在地狱里好像又过了几百万年的感觉，特别漫长的感受，是这么一个因果。杀生感受艺术果的公案，这里讲一些公案啊。先讲佛陀经书上的公案。曾经有一次啊，目犍连尊者啊，以华劫比丘同去海边，途中见到一个长着兽头、周身燃火的人啊，口中一边喊着哎呦呦，一边哭嚎，惨叫声传遍了整个山谷，同时被数以万计可怖的这个恶鬼围绕着啊，因为他们有神通嘛哈。恶鬼们呢，手持弓箭向他开弓射箭，许多火炉啊刺中了他。见此情景呢，这个华罗比丘问目犍连尊者：“这是何因？”目犍连尊者说：“此人曾是一个猎人，生前杀了许多的野兽，死后数年感受如此痛苦，之后又堕入大地狱，很难有解脱的机会。”啊，那就这个人也不是个人了哈。说他生前呢是个猎人啊，先是说恶鬼，恶鬼呢就是恶鬼来围着他啊射他，然后要堕入地狱。现在的屠夫啊猎人呢都有很多，很多人都喜欢去杀生，但是呢他们不知道果报，因为杀生嘛有等流果，所以呢到一定的时候就是感受这样的苦果。因为当他杀生的时候，每个生命被杀的时候都是非常痛苦的，这个一定会有返回来的果报的。感受等流果的公案，佛在世的时候呢，舍卫国呢有一个婆罗门时常供养尊者迦留陀夷。婆罗门临死的时候呢，嘱咐儿子在自己死后要继续供养尊者，不要间断。父母去世后呢，婆罗门子奉父母教仍然供养尊者。一次呢，婆罗门子外出，就嘱咐妻子供养。这天来了500个盗贼，其中一个相貌端正，婆罗门父呢遥见此人呢心生爱慕，就遣人唤来，两人遂共私通啊。因为尊者呢数次前往其家，婆罗门父呢怕泄露此事，遂以情妇啊密谋将尊者杀害啊。本来是供养尊者的，尊者现在被他杀了。当时波斯匿王听到尊者被杀，心中嗔恚恼怒，当即下令诛婆罗门家，并诛杀左右18户，
又捕来500盗贼，全部斩断手脚，置于沟中。啊，这个波斯匿王也够猛的啊，杀业也很重。比丘呢就问了，就问佛呀，这个迦留陀夷过去造何恶业啊，就这个尊者呀，今生被婆罗门父所杀呢？佛告比丘，迦留陀夷过去生中曾做大天世主啊，祭祀的这个祭天的这个大天祭主啊，当时呢有500人呢牵了一个四肢被截的羊前往天际做祭祀，共同的祈愿，世主得羊，立即宰杀。由于杀羊呢，堕于地狱受无量苦。那时的大天世主呢，就是迦留陀夷的前身。虽然此生已证得阿罗汉果，但因余月未尽，今需受持感受等流果。那时的羊呢，是婆罗门父的前身。截断羊角的500人，是今生被截手脚的500盗贼的前身。啊，你看都证到了四果罗汉了，还是被这个前世的这个羊是转世过来。有因的哈，虽然也有这事的缘，如果没有缘的话也不会杀他，是吧？这个果报不会成熟的。所以说果报的一定有因，还得有缘。啊，缘就是这辈子他又跟他在一块了，继续供养他，是吧？如果过去是没有杀这个因的，没有这个因的话，这个妇人就不可能会杀他的。他就是害怕，他也不敢杀，没有这个因，他就不可能去杀。所以杀一个人肯定有过去世的因，还有今世的缘，那当然都有杀业嘛。啊，这个缘是很复杂的，这只是讲了部分的因缘。一件事情果报的成熟里面的因缘很复杂的啊，这只是讲了一部分的因和缘，可能是主要的哈。那里面呢，这个因因果果就很多了。这个世主啊，也不是前一世了，那肯定好多世以前了。这个迦留陀夷呢，就已经是正果了，尊者了嘛。但是他也没关系，证了阿罗汉果的人，对他来说被杀他没有苦的，他没有恐惧，没有痛苦。如果他证到四果的话呢，被杀的时候他肯定当下就可以证到涅槃，如果没有证到四果呢，他也可以接着啊修行，没有什么问题。不要说证到四果了，证到初果的人他就不怕被杀了，当然他不可能再去故意杀害的了，因为证到了果位的人他不可能再去做那种不善业啊，再不会去犯这种戒的。但是呢，过去的果报成熟呢，也没有什么畏惧，也没有什么痛苦。所以我们修行的人呢，要好好修，到时候证到了果位就不怕了，证到出果也不怕，证到龙我空性了嘛。虽然还有些业习，但是呢，这些业习呢就消得快啦。啊，用这个人我空性智慧一观，贪嗔痴一慢呢，就消得很快的。啊，消除贪嗔痴一慢呢，这消除最快的还是用空性的智慧来转，消这种也是最快的。大家也记住哈，空性的智慧啊，消业比什么都快。这里说杀业罪业极重，所以感报也极为迅速。许多当生即现报应。唐朝丰源者呢，渤海长河人士，显庆年间做光禄寺太官长善。当时呢，有西波的客人，吐蕃人啊，就是与滇王来朝，云南那边哈、啊。食料剩余的羊有数十百口。王嘱托丰源者送到僧室放作长生，就是放生了啊。源者呢，这私下叫徒家呢宰烹，自己从中获得钱财。
哦，这个人的果报是很可怕的啊。龙朔元年夏天六月，洛阳大雨啊，雷震霹雳。封元泽呢，在这个宣仁门外大街上被雷劈而死。当时呢，景象折断，血流洒地，围观人挤满大街，无不惊愕。啊，这个人被雷劈了啊！你看，很多人都是因为杀业死的。这个西方人的杀业啊，也很重的啊。基督教这个地方存在一些问题啊，十善业里面他们也行善，但是他们对这个杀业没有那么严格的。其实真正的这个基督教里面是有禁止杀业的，他们不允许吃这种血的。啊，有一次我就跟这个基督徒说，你们既然不能吃血的话，那哪肉里面怎么会没有血呢？所有的肉都带血啊，是不是啊？也是说啊，不能乱杀生。什么样的动物可以吃呢？就是说它自然老死的啊，或者被其他动物咬死的，代表那个牛被老虎吃了，吃的剩下的是吧？那你要是都饥饿的话，那你拿来吃这个没有什么业啊。自然死亡的动物吃的没有业，它只要不是那种瘟疫而死可以吃。古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动物多呀，啊，就是随便捡捡都有啊，都不需要杀。后来慢慢的就是贪欲重了，就是杀了，动物少了。啊，你像电视里面那个野牛哈，啊，几百万头的野牛在非洲的这个地上，在那个时代可能就是那种野生动物特别的多，不需要什么杀生的，这种肉吃了没有什么罪过。所以说我们那个佛家里呢，也不是说吃肉一定就是杀生啊，也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为了吃而杀，这种情况现在是末法时代是很普遍的。所以说现在呢，就是为了减少杀生，我们尽量的不吃肉，是这样的一个因缘。现在就是吃素就是最好的放生，不吃就没有人杀了，屠夫赚不到钱了。你杀了没有人买，是吧？或者太便宜了，还不如种粮食赚钱啊，没有种菜好卖，那到时候是吧，青菜比肉还贵，那么自然就没有人杀生了，大家都不吃。现在的这个畜牧业的养的特别多，养的还特别快，就是因为吃的人太多了，到时候这个果报太可怕了哈。现在的杀业太重啊，到时候这个果报来的，到时候你们都会吓死啊！到时候可怕呀，啊，不是我们感受，就是我们的子孙要感受得到。到时候我们这个果报是非常惨烈的，啊，你们到时候看。在结婚生子、祝寿节庆的吉日，切勿杀生以享肉食，因为本想延寿生子。而杀生只会招来短命多病的厄运，所以呢，以吉日尤应尽力放生食素。如吕祖所说，汝欲延生，听我语，凡事信心须素己。汝欲延生，须放生，此事循环真道理。他若死时，你救他；你若死时，天救你呀、啊。延生生子别无方啊，戒杀放生而已，是吧？你本来是祝寿嘛，祝寿肯定是要放生的嘛，怎么还会去杀生呢？你杀生啊，请大家吃，那你是减寿啊。这个唐朝献庆年间，长安城西路边的这个店里面有一家新妇，生了一个男孩，满月之时呢，亲族啊聚会庆贺，买了一只羊，准备宰杀。这个羊呢，几次向屠夫跪拜，屠夫转告其价，但全家老少都不以为然，于是当即杀羊，将肉放在锅里煮，且让产妇抱儿前来观看。
产妇抱儿自火前时呢，突然这个锅破，锅汤冲灰啊，锅汤就是掉到灰里面哈，然后火呢直射母子，母子随即双双命亡。这个锅汤呢本来就是开水了嘛，当时亲戚邻里看见了，无不心酸意切，生性报应不虚啊，岂能不慎。店人呢亲见亲闻，都永断酒肉，荤腥不食。荤呢就是指五荤，五荤就指葱蒜洋葱韭菜，叫五荤。宋朝某禅师少时酒醉以人争财，奋击对方，其人力毙，这个人被打死了，因惧醉而远走，出家苦修，后来彻悟开悟了哈，他的修行啊，成为大禅师，开堂说法，坐下学人数百。一日忽然沐浴身坐，对大众说，你们勿动勿言，看老僧了四十年前一张公案，端坐至午啊，就是端坐坐到中午啊，有一个武官呢就突然入内，搬弓欲射，拿一个弓直接要射他啊。是和尚说，老僧恭候已久。这个武官呢吃惊道，吾与和尚素不相识，一见和尚就想下手，我也不知为何如此。师答言，欠债还钱，欠命还命啊，公平交易，敬请下手，不必迟疑。又环顾左右说，我死后好好招待此施主啊，饭后呢将他送回，若有伴侣称就逆天背道，则非我弟子啊，就是大家都不能够怪他，不许生气，不许去嗔恨这个人。这个武官呢听后呢更加疑惑了，坚持请问此事缘由啊。这个禅师说呀，共来两世人，当然不记得，我是一世人，怎么会不忘记呢？于是就将从前之事告诉这个武官。这武官素不识字，忽大声凝记，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节节相残岂偶然，何不以是具解释，如今立地往西天啊，宁必据手持这个公式毅然立化啊，是下作为他治发，可能把他头发给推了哈，安然更衣，就是入这个我们出家人圆寂用的那种盒子啊，施以家服别众而化。这个禅师啊也作画了，这个可能是一个视线嘛哈，这个被打死的人呢也不是一般人，竟然可以有这样的修行，应该是两位都是禅师的这个视线因果的啊，怎么可能这么快啊，跟他讲了一下马上就可以站着就立化了，这个不是一般人。禅师呢少时呢酒醉杀人，四十年后现感受等流果，幸亏两人都是大手段人啊，一说这两个人呢都是大禅师呢。禅师深明因果，无怨无悔地坦然接受杀业的报应。这个武官一言之下呢，即断开冤业的缠结，两人都是豁达之士，所以才将这个冤业变成了解脱的因缘。这个也是奇事了哈，书上的记载的。虽然自己没有亲自杀生，但令他杀或者随喜杀也会获得同等的杀生罪。人死之后变成中阴身，随着业力的牵引再度入胎，如果怀孕者人为的堕胎，会断送这个神识再度为人的机会，将引起神识的极度怨恨，所以堕胎也形同杀生啊。这个八识呢都有感受的啊，你不要以为胎儿婴儿怎么会知道呢，是吧？对对，有业的哈，它是可以记忆的哈，不会像我们人一样有意识才会记忆。这个里面的因果就是
不像我们人想的那么简单啊。以为这个愚痴的众生杀了他，他哪里知道吗？他还记得是谁吗？他不是像我们一样的记得啊，他这个八十田里面都记住了。随喜杀生和堕胎的果报，杂宝藏经里面记载有这么一个故事。曾经有一个鬼问这个目犍连，我常两间有眼，胸有口鼻，常无有头，就没头啊，这什么因缘？目犍连答道，你前世常做魁快弟子，碰到杀人呢常有欢喜心，用绳系着发及牵拉，就是人被杀了呢你在旁边随喜啊，一次因缘呢故要遭受如此的果报。就是这个人前辈子就是那个刽子手的那个孩子，就是他父亲是个刽子手，或者是他的弟弟之类的啊，就他的亲人。那个刽子手杀人的时候他经常去看，并且很高兴，在边上看得很开心，并且还经常拿绳子去绑他那个头发拉着玩啊，绑那个人头啊，就这个意思。这个因缘呢遭受这个果报，这个还是花报了。花报就是像开花一样，还没结果呢，花报就是还是一个过程，地狱苦报还在后面。又有一个鬼问这个目犍连，我身体常像块肉一样，没有手脚眼耳鼻等，且常为虫咬所食，最苦难忍，这什么因缘？目犍连答，你前世常给人药堕他人胎，所以受此罪报。这是花报，地狱苦报还在后面啊，先感受这个恶鬼报，叫人堕胎呀，就是这样的果报。晋州有一个小儿常探巢起卵，就是经常爬树破坏这个鸟巢。一日呢，有人唤他，某处有卵，同我去取，随即牵他到桑田。这个小孩子呢，忽见道路左边有一个城市，城中圣歌喧闹，都是绣户花剑。小儿感到奇怪，问道，何时有这个城市？使者喝令不要说话，随后呢引他入城，城门忽然关闭，满城都是热铁碎火，小儿呢这个脚被火煎烤，难以忍受，嚎哭奔走。来到南门呢，南门却给关闭了，东门闭，西北二门也都关闭。这个时候在采桑的人见小儿在田中哭嚎奔跑，以为狂病发作，回来告诉其父。他的父亲呢呼叫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应声倒地。这个时候城火都已不见，再看其足窒息一下都已焦烂，就焦烂了，烤成那个炭样的了。此后膝下变成枯骨了。这个也是就是现世报了，这个就是因为他喜欢去常常可能去掏鸟窝鸟巢，把这个卵呢给它吃掉，所以说吃蛋呢也是不好的，卖蛋的人呢也是感到的果报也是很不好啊。知道这些果报呢，众生都会害怕的，但是现在人都不相信，最可怜的就是不相信不懂。小儿由于杀业所感，现前了死者、城市、热铁、碎火等种种业境这都是现前的地狱报了。又由杀生的业力，需要持续感受热铁烙烛的这个苦痛，业报没有消尽之前，他无由走出这自心所信的冤业城他现实就当时就掉到地狱里去了无法摆脱恶业所生的烦恼火，可知一切的地狱都是当人自心所造，自业所显但是这个苦是真的呀，这可不是假的。
这个受的苦啊都是自心所造的，因为我们一切苦是从心上受，是吧？受蕴也是心法。陆行论云：有情欲兵器，何人故意造？谁自烧铁地，女众从何处？佛说彼一切皆由恶心造，是故三界中恐怖莫甚心呢。所以地狱不远，只在目前。一念杀心起，相续中即播下了地狱的种子。刀山剑树、油锅、铁锅，一一齐备。时候一到，必定完全显现，无法逃出。我们可以想象哈，一个杀生的人呢，他看到其他的生命在这个死亡的恐惧下哈，他能够杀得下手。这样的人呢，心是非常的这个狠的啊，特别是人杀人啊，那更狠。所以说，这个喜欢当兵的人呢，喜欢打仗的人呢，哦，这种人都是过去的是等流习气，以杀人为乐，这种人就很可怕呀。到时候这种业报现前的时候，哎呀，活菩萨都是没办法呀，救都救不了，是吧？不看世界历史吧，就看中国历史啊。每过一段时间都会有很多的天灾人祸，还有这个刀兵劫，没有办法改变。不管你的政治制度有多好，没用。到了一定的时候，果报就得现前，兵刀劫就现前了，还有其他的横祸呀、灾难的哈、天灾人祸来了，这都是杀业所致。宋徽宗的时候呢，这个寇兵入侵，所到之处烧杀啊掳掠。当时安阳镇被获忧惨，就是屠城了啊。后有一生能在定中勘察敏事，他这个出家人呢，他这个有神通。众人访生叩问战事的因缘，生入定查知详情，乃说。此乡所造的杀业惨于他处，所以受报也比他处要惨重，但怨报还未了尽，战事仍有，众等尚不得安息。后连年兵火，此乡人民屡遭杀戮，国无遗余，就是基本上都被杀光了，杀业重。这群人哈、啊、都是对杀生都没有什么感觉的，非常残忍的。这种人死的时候也都是这样被杀的。所以我们啊都知道南京大屠杀是吧？战争，你要是有神通的人看一看，就知道，不要怪别人了、啊，自己的杀业呀、啊，啊，人家是来报仇的，我们还觉得很光荣。这人类是很愚痴哈，真的很愚痴，不懂因果，真的很可怜的。慈寿禅师寄云：世上多杀生，虽有刀兵劫，父命劫汝身，欠财焚汝宅，离散汝妻子，城破他巢穴，报应名相当。希尔听佛言。佛有大智慧啊，大神通，可以看得到。人类的战争既是源于往昔的杀业，由于当时贪嗔烦恼的发动，迅速成熟的惨报。当战乱之时，空中飞机轰鸣，地面枪炮隆隆，国破家亡，妻离子散，人民流离失所，一闻枪声，个个胆落魄飞。警报鸣响，纷纷逃入防空洞，这样终日恐惧，没有片刻的安宁。我们在影视小说中啊，看到人民如此饱尝战争苦难的时候呢，可曾反省过，大战争中，大到杀生亡家，小到刹那间的恐怖，无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啊，没有无缘无故发生的。当动物被抓到的时候呢，
他们内心多么的恐惧绝望，而被宰割分解时又是何等的痛苦凄惨。如是的残害杀伤众生，其恶业如以战争的方式来承受果报的事，当然就会显现战火之中以动物受苦情形相当的血腥场面。现在的人呢，就是有医疗好像可以延寿，所以说现在的人口也多，虽然好像是躲得一时，但是呢终究是躲不过去的到时候肯定有报应的。我们尽量呢就是要劝杀，现在放生也没有太大的作用，放完了就还是被人家捞去杀了，被人家抓去杀了，不像古代的时候你放了生就是放了生，放了生人就不杀，现在你放了，这边放了就被人家捞走了抓走了，人头太多你看这个全世界到处都是人我小时候看到到处都有蜻蜓，现在都看不到蜻蜓了。小时候我们喜欢田野里玩一玩看到蜻蜓很多，现在看不见了，全部都被那个农药杀光了，益虫也是这样，也都被农药杀光了，这个有益的这些动物田野里的动物都很少了，人都把这个世界都破坏的就剩下农药了农药再加上吃的动物植物果报到时候是非常惨烈的，积累的这个恶业积累的这个杀业太多了，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人类这样是杀业这么重过，现在都是用机器杀，所以说这个果报想都可以想得到了，我都没办法说了，我们只讲因果这个果报可想而知了，就是我们现在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好好修行，尽量的去劝那些有善根的人回头。有善根的人可以劝的，就像刚才那个武官一样的，看到禅师想杀他，但是呢那个禅师一跟他讲他就醒过来了，对吧，身边还是人还是可以救的，我们就好好的去传播这个因果，讲三世因果的道理要讲用科学手段来证明三世因果的存在。科学发展到今天呢，西方人呢已经开始慢慢的接受三世因果的观念了，现在缺少这个宣传，当大家都认识到这个三世因果的时候，很多人的不杀生。我们现在只要多做这样的事情，不是劝人家光放生，现在放生你也放不过来人太多，到处是人了，你看走到大街上除了人你还能看到什么动物，只能到那个养鸡场养鸭场是吧，养牛场去看得到动物，因为那些动物都准备拿来给我们吃的，是吧，剩下的全是人呢，人挤人呢，挤满了人。现在呢这些人呢就是说其中有一部分人是有善根的，是可以救得了的，我们现在就救这些人，有些人是救不了的，你跟他讲不杀生他不可能，劝不了他，没有善根呢，你跟他讲因果他永远都不会相信的。所以我们现在能救的就尽快去救这些人，我们把这个正法因果要好好的传播，救这些有善根的人，这个也就是大善了让大家来少杀一些生，让大家一起来弘扬这个因果还是有相当的一部分人还是可以得救的有善根的人还是有至少有一半吧，只不过他们还没有遇到正法，还是不相信，遇到这个道理讲得清楚的他还是会相信的，还是会转化的。所以我们呢也不要太执着，
我们尽力而为了。我们说实话，我们也不是什么成佛了，我们也是一个普通的修行人，还是一个凡夫啊。我们只能把身边有缘的人尽力的就可以了，不要执着，执着也没用啊，执着也没有用啊。有些众生他是就是要去受苦的，不受苦他是不会回头的。佛菩萨就是让他们受苦去，受完了苦呢，然后再跟他讲因果，他才会信的。现在你跟他讲因果，他觉得我活得挺好的，是吧？肉好吃得很，是吧？享受人生，多好啊！凭什么呀？他们看我在外面吃素，他就说：“哎呀，你这个和尚不吃肉，哎呀，你就白活了。”他说：“啊，就这样说。”上个月我还碰到这样的人跟我说的。你这个肉都不吃，你这活的啥意思啊？是这样子说。所以说这个众生很可怜啊，他不知道到时候他很悲惨了、跟我说这个话的人，他就是曾经就得过癌症，肚子都被人家剖开了，把肠子都截了好几段了、他还是跟我讲他曾经的这样的历史。他差点死了，当时整个肚子都烂完了，还是命好运气好，还是现代医学了，否则的话他早就死了。救这样的人还不如不救，花了很多钱把他救过来，把他的肠子全部都换掉，但是呢他好了以后接着吃啊，接着造业。你说这样的人活着干什么？救他有什么意义呢？救人呢，我们经常说救众生救人，是吧？但有些人这个极恶的人呢，你救完他以后他还杀你，杀更多的众生，那你说救他有意义吗？你不是害他吗？啊，本来他死了以后还可以去受点苦，还少受点罪，那这样的话他以后在地狱里待的时间更长，那你不是害他吗？啊，我们呢要深信因果了啊，然后来帮助众生啊，劝他们相信三世因果。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